一定会告诉你的，常联系，有资源介绍过来啊。好，你的行李我今天晚上给你寄出去，到了记得给我寄好吃的。嗯，你给我平安。嗯。到了朋友家，一定要在群里报个平安，啊。 Do you ever feel alone, standing in the road, don't know where to go? In the air.Faces in a row, take a long way home. But all of this remind me to believe no one's there to leave. And all of this remind me to receive life we can see. La la la.进去吧，我看着你进去。不好意思。算了，走吧。还是抱一下吧。你到底想怎样？All right.
忙忘了今天走啊，我以为明天呢。对，谢总亲自送的，刚才红豆还在群里发消息说他已经落地了。这大哥也真是够惨的，好不容易遇到个喜欢的吧，还没戏。你得让爱情的子弹先飞一会儿，这都飞到银河系了也没见撞着谁。秀英阿奶啊，来了。哎，你别动你别动，我来弄，发手呢。还是红豆做事仔细。我已经开始克制自己怀念他在店里的时候了。那是不是哪个白衣服那个？哎，是。哎，红豆，红豆，红豆。哎，叔叔阿姨。哎呦，来来来，快。哎呀，到了到了。来，快，红豆，先进。你带红豆休息啊，我赶紧给咱炒菜。好，来换个鞋。哎，进来。这是楠楠的房间。楠楠，红豆来看你来了，高兴吧？房间小了一点，楠楠的东西我们烧了一部分，留下这些就是想留个念想。要不这样，我跟你叔叔睡这间，你去睡我们那间。我就睡这间，这间有楠楠的味道。有些东西，我来看看。啊，你说平常寄那么多东西，怎么又带东西啊？啊，干杯！干杯！嗯，这是阿姨自己酿的酒，怎么样？这太好喝了，是吧？嗯。东墙边也不知道是谁种了两棵葡萄，长得还挺壮，就是结的葡萄，哎呦酸的哟。没人摘，好多都让鸟啄了，还招了很多蚂蚁。你阿姨啊，觉得可惜，就摘了一些回来酿酒。嗯，你别说，还挺好喝。你真的？我当时把这个酒分给好多邻居，后来这棵酸葡萄树还成了香饽饽了。哎，别光听我们说，快吃快吃。我刚还想说呢。嗯。叔叔啊，这个鸡炖的太好了。等一下哈，你们先吃，我给我爸妈录一下。嗯。嗯，拍。来。先别吃，这样拍出来好看。我现在在楠楠家呢。叔叔啊，给做了一大桌子的好菜，这个鸡肉啊，特别香。哎，这是我们大厨陈叔叔。嗯，祖地鸡就是好吃。啊，美丽的阿姨，比心，比心。啊，这个葡萄酒也是阿姨酿的，特别好喝，酸葡萄酿的啊。哦，对，喝起来不酸。嗯。吃尝尝这鱼，尝尝这鱼啊！嗯，谢谢谢谢，师傅。